好，我今天来介绍一下这款 APP。它叫什么？全民 K 歌。全民 K 歌。好，那个，这跟全民 Party 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其实我觉得两个我都蛮喜欢的，但它有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是不太一样。就是其实它蛮好玩的，对，但很多其实，因为我才刚使用，所以也没有用，也没有全部玩过一遍。然后我现在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是这里，等等了吗？最好玩的地方是这里有一个 K 歌王者的一个蛮好玩的心动对唱，其实也蛮好玩，但他会去配对。然后 K 歌王者的部分就是，我们点进来看一下，它会有，今天好像改版咯，多了一个好友 PK， 昨天是没有的，然后有王者擂台，对，然后你点进去王者擂台里面，你可以去挑战，你可以选你会的歌，对，然后你也可以自己搜你想要的歌。对，然后这里就是你的，下面就是你的出战曲目，这些是我选择的歌曲，然后你就开始挑战，会去配对，然后基本上是你唱几句，对方唱几句，然后会去评分你的音准，还有你的咬字那些等等，然后去评你的分数，最后分数高的会往上爬，分数低的会往下掉，然后就是我昨天的战绩，对，一开始啊，反正很多战败的记录，对。然后这里是我的歌手，就是我选的歌曲里，然后我唱了几次，像告白气球我唱了四次，赢了一次，熟练度是8，对，然后发现里面太多很强的人了，对，所以我胜率都非常低，然后像这里可以看到，我是倔强青铜一，对对对，我昨天原本我爬上去，结果后面又被打下来了，对，太难了。你最好是，你在玩这个的时候，最好是能，选你很会唱，就是已经很熟的歌，然后去对唱，对。然后你下面也可以前往练习室去练习，对对对，哦，对，然后你可以跟别人一起练习，然后会有那个拿麦。对，这是跟全民 Party 不太一样的地方，但我是觉得两个其实都挺好玩的，因为有些歌在这里是找不到，然后全民 Party 有，然后有些是全民 Party 有，这边没有。对对对，我讲对吗？好，反正就是两个其实有一些模式是可以互补的，对，然后两个都非常都蛮好玩，都非常好玩，对。它还有一个优点是，你听别人歌的时候，你跳出去，歌还会继续播放，然后有些平台就你跳出去，歌就不见了。对，就是它可以成为一个背景音乐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再来是哦，这里可以看到你的区排名。出不去，只能再选一次。区排名大神榜单，对对对，这里可以看到这是。对，全国榜的话，这里就是应该就是大概是中国，对，然后这里是他们，因为这个 app 可能主要是中国那边使用的，对，所以对，里面多人，然后你会遇到很多中国人一起唱，然后对，这里是你在的县市的榜，对，我原本以为会有一个台湾榜，但好像没有，对，就是你的县市，对，我现在在宜兰，所以就还蛮前面的，对，总共可能只有6个人，对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因为你可能接个电话，或者是不是接个电话，你可能正在跟别人通话的话，你那个进去玩游戏会没有声音，对，有机会会没声音，然后你就测不到你的分数。导致你排名下降，所以因为我现在在录影的关系，所以我就不示范了。对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来玩。对，然后对这边唱歌的地方，我觉得就跟全民 Party 差不多，但全民 Party 会有日期，
就是他是按照日期去排，这里似乎就没有，就是全部。对，也可以，诶，没有，好，没有按照日期。对，因为我最近在看《创造营2021》，所以他们的歌现在都上去了，可以去唱。就是我挺喜欢他们的歌的，唱的挺好，跳的也挺好。对，然后你也可以去听听别人的作品。我就天天要把它唱下来，一定要把它唱下来。学习一下。嗯，对，然后他们这里还会有一些什么教学。对对对，我现在找不到教学，不过好，然后这里也会有其他的不一样的哦。他们比较特别的是，他们有一些活动，什么翻唱大赛那些，对对，你有兴趣也可以去参加，但因为我还没参加过，不太确定，就是它是如何去进行的。但如果对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参加看看，然后也欢迎在影片的下方告诉我说，你在这个活动中有什么不错的经历之类的，对，说不定。因为他们那里还会有一些像看上面有一些比较全民 party 也有，就是会有一些老师可能给你评级之类的，对，然后上面也会有一些活动，对，全民 K 歌有兴趣可以来下载。然后他们这里还有一些什么，对，可以领积分啊什么之类的，领花可以送别人，然后不太确定他能不能有提领的东西，但好像是可以的。看一下哦，对，他会有一些什么福利，然后对，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要有那边的证才可以。对，但总之就是这个其实蛮好玩的，可以来，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下载来玩，然后也有一些很会唱歌的朋友，对对对。有一些很会唱歌的朋友会在这里出生66的三楼唱歌，再来是然后合唱的话你也可以遇到很多不错的人，然后他合唱的话是你们唱完一首歌，如果你们有点击连线，就是你们哦心动对唱哦，好，我还没有点匹配。你可以选择歌曲去匹配，也可以直接快速匹配。然后你选择的就是你点心的歌曲，就会加入你的这个歌单里面，点心就会从10变11、11、12这样。对，我可以再加个几首。对，你常唱的，它就会出现在这里。对，然后就去匹配，然后那些人就会跟你对唱一样的歌曲，然后。对，你们如果喜欢就是对方，就是觉得对方唱的不错，想要跟他继续唱，你们就可以会有出现爱心那个连线，然后你可以点击连线之后就可以继续跟别人留下来，留在那个房间里对唱，然后选择你们想唱的歌曲，对，然后也可以交朋友，交一些不错的歌友之类的，我觉得这是挺不错的一个唱歌交友平台，提供给大家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也可以告诉我你使用的心得。最后呢，最后来看一下。对的，最后，好，没有最后了。哦，你也可以去与别人合唱。对，这里还有一个提取现金，我不太确定它怎么提取。对，我现在才看到，对，刚好看到60天未登入，它金额会清空，它可能可以提现到你的微信吧，如果你有微信之类的，你有在使用的话。哦，我现在才看到其实可以提领耶，我现在才知道原来里面我有钱了，那可能是别人送你鲜花的话你会赚到几块钱，我不太确定能不能提领，如果我之后提领成功了再来分享给大家。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这支影片，喜欢的话欢迎下载哦，全民 K 歌，然后它也有电脑版本，对，因为我前阵子买了一组麦克风，支架哦，那个声卡，对，我买了一组声卡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要用电脑测，因为我手机跟那个孔不合，对，
所以我就用电脑唱，下载了全民 K 歌，然后听起来也挺不错的。对，那个声卡，然后可以再加上音乐，再加上你唱的，对，有兴趣都可以下载来玩。然后如果有需要了解一些声卡方面的问题，也欢迎在下面评论。感谢你观看我的影片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